好啊 ，OK， 啊，那的，咱即马都过一届吼，暂时停伫遮，我有一个修正爱来做吼，啊，我先把我的图片搁拟出来 ，OK。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白露，口天吴，白色的白，露水的露，很欢喜的，现在又有一次的机会来说吴白露的爱与美。吴白露的爱与美，现此时台湾的时间是2011年12月13日，4:22:20。吼、哦、啊，我爱甲一个朋友拍招呼，伊就是古阳先生。Hello， 古阳，啊，我嘛答应，即马伫老人医院做护士的一个张淑华小姐，伊咧甲我妈妈住点滴。此时此刻，我有甲伊讲过，我今天会上这个主播台，啊，要甲伊伫电台问个安，然后跟他 say hello， 啊，淑华，谢谢你。让我在这安心来做主播啊，我妈妈哦，在老人医院80几岁、哦、啊，本来是每日在游泳啊，现在脚有小夸静、哦、啊，所以我把她照顾、哦、啊，都托给淑华护士啊，也谢谢院长、哦、吴明标先生，伊今日我拢有甲我收藏我的吴白露电子书，我足感谢的，因为吴白露的电子书，我头早有讲过，是经过好多年，像我今日已经55岁啊，啊，这张电子书内底有收藏着我的祖先的背书。想要我来讲呢，因为在民国44年，就是说 1955 years ago， 在1955年的时阵，我的爸爸跟我妈妈结婚那日，啊，在我们台友乡婚姻馆一个很小的小村、哦、一个台友穿啊，底下做办一个结婚典礼啊，那个结婚典礼当时
做证婚人呢是馆长吴馆长吴金辉先生，啊，阮阿公甲我阿嬷是清朝的人，啊，我迄个时阵，我妈妈甲我爸爸是出世伫日本时代，我爸爸是民国十年，吼、哦，啊，我妈妈甲我爸爸结婚第二当，吼、哦，1956年 （1956），我出世，所以这对吴白露的生命故事。会用讲，我尽我所有的能力，经过大地震921大地震，经过足济届大水灾，吼、哦，啊，我拍只个照片，直直甲搬，直直甲搬，搬到我54岁的时阵，我决定，因为国家中央图书馆。有一个机会，伊讲书本画册以后要变作像我即马手中摕的即种电子书啊，啊，因要出版的十个其中的画家内底，即届十个内底，我想召回，因为开始是为年长者，哈。啊，开始出版。啊，我嘛真幸运，伫这个团队里面有这个机缘，啊来出版着这本册。啊，当时咧，我放伫祷告内底，因为做一个创作家、创作者，大家该想看卖啊咧，油画颜料要不要钱？画家要不要吃饭？画家跑来跑去，他买的笔要不要钱？等等，办画展嘛是一个文化义工，一台湾补助的员工足少的，甚至像郝龙斌因囝，应该说郝龙斌市长，阮原来有真济的同学。因为多，既然为多家要去伫社教馆展览，都爱个交钱，出力出钱，等等，拢无法度，大家阁继续落去。啊，我嘛是藏伫祷告内底，我甲神讲，我80几岁的妈妈，一直拢是咧甲我支持，啊咧支持的这个中间。做囝儿的，恁想看卖迄个尊严，敢会用伸手甲爸母过去讨钱呢？不行。所以，对一个企业家来讲，啊，一种经济的运作来讲，咱即卖的世界。大家眼目那像拢讲着趁钱、趁钱、趁、趁、趁，啊，结果咧，造成好多好多的不安定。事实上，人是来做一个功课的。当你娃娃开始从小一步一步在成长过程中，一定拄着足侪的功课。包括讲生离死别，啊，我咧，我经过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你细汉的时阵，我活到4岁的时阵，我有讲到我肠炎，啊，阮弟弟减阮2岁，伊也肠炎。啊，就因为水质的关系，吼、哦，啊，水质呢，足重要的哦，对孩仔囝，也阁是特别要紧，啊，所以因为迄个
日本时代的宿舍的水塔，可能年久齁、哦、啊需要很大的整顿啊，我就怎捌到捌第一摆的生命的奋斗甲征战，伫我四岁时阵拄着。啊，迄年我的内公过身去，啊，生命的每一个步伐，我真清楚。啊，我唔知影吼，即卖囡仔有法度讲出来讲，因的阿公叫做啥物名无？伊的伯公叫做啥物名无？一定每一个日子分分秒秒里面所记忆到的到底是啥物呢？另一种感恩，一种血脉灵动到另一种血脉的过程来的，咱的社会会造成一个大的共业。这个大的业呢，是要向上提升，还是要向下沉沦？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良心，有的人讲啊，良心是达到几亿。我这钱，我的体会里面，在艺术的体会里面，在艺术史的体会里面，人的肉身终究是会死亡。齁、哦、啊他都啊，因为我 record 一个 touch， 我那有个无字类，所以有的朋友伊想要讲在另外时间齁、哦、听到吴白露的录音齁、哦、空间都无听到齁、哦、啊人齁、哦、的肉体是不变的道理，在我认为他会灭亡，这个肉身会灭亡。所以在艺术里面，在埃及，埃及就建了金字塔啊，金字塔的功法呢非常的伟大啊，金字塔这么困难的建筑有法度到现在还在地啊、哦，有的人就又说到外星人啊等等，当然那目前无法度说确实科学家有法度来证明啦齁。啊埃及的文明是无啦齁。在现在世界是留一些艺术艺术史来咧探讨啊，在学校啊来咧教。啊过来咧咱都说到希腊文明，希腊文明，Olympic， 的奥林匹克，他们以男生女生迄、那个健壮美丽的身体，吼、哦、啊来甲人讲，讲咱的健康是足重要诶。啊健身房内底，大家拢伫遐锻炼伊个肌肉，吼、哦。啊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为了要达到那个精神体能的标杆啊，拢做认真做认真来咧挑战这个精神面啊，这精神面跟咱的肉体跟咱的灵魂齁拢、哦、是必须走过的功课啊，像伫文学，伫阮艺术这个领域来讲起咧，艺术会用透过穿透力啊来互后代，会用去品味着讲艺术伊真实的精神，所谓真艺术。真的艺术呢，会用予人垂危无助的时阵，得到再生的能量。这个艺术
我有拄着，因为我有讲过我会晓piano，所以我得到救。我因为我会晓画图，所以我的生命嘛得到救。阿古杨先生听过我这两句话，伊讲：要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能从你口里听到这两句话，哦，啊，我因为今日蒋勋咧讲介绍伊一本新册，啊，我今日嘛要甲大家分享讲吴白露。今年嘛有出版一本新册呢，叫做《我是吴白露》。内底呢收录的我的照片，我讲过，为我婴仔囝直直来，直直到我五十几岁，这个过程，好，哦，我用照片来诉说，不是用文字，好，哦，我是用照片写真来诉说我的故事。啊，伫即块我常常讲过，那豆腐干细细块仔的一片内底，有用我将近二十八档，要到三十档的努力的图片。我讲我的画图是一种天赋，是爸爸妈妈，是阮阿祖阿嬷，因经过足大的时间的累积，啊，我即个种子。这粒爱的种子出世在台湾，在台湾龙背乡，我是婚姻观的查某囝。我的婚姻观，庄卡人郑州市农工商内底做农的艰苦代，做农的快乐，做农的滋味。虽然我唔是拿地头的材料，啊，唔过我会晓拿笔，所以我的作品内底要诉说的，唔那是讲恁欣赏的色彩，啊，甲直接，迄内底有我精神力的种种。好，咱即卖时间。我要搁把音乐放下来，阿林哥看我一个图片，是我为东京阿要越过迄个高山去岐阜县的路程中，阿要去找到迄个世界遗址，这个过程里面我创作的一幅画叫做。白雪枫红，白雪枫红，我现在图片给秀出来，阿兰哥把音乐放出来，让我暂时喝口水。 OK， 谢谢你们。
咱讲到希腊哈，希腊的雕塑里底弄足侪俊美男士，啊个足侪漂亮的女人，啊有诶吼，因活到足侪岁，过身的时阵，伊伫个墓碑里面，他放着也是他二十几岁、二十一二岁、二十八岁以前的一个健美的身躯，就是讲咱肉体会达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时光，哈。啊，我妹妹妈妈甲我讲过，大姐，在你最漂亮的时间，就是你大学三年的时阵，参加学校网球校队，那一段日子是你最漂亮的日子哦。我嘛有感觉安尼呢，因为阮家拢拍 tennis。啊，爸爸呢，伊伫政坛上是个非常好的标杆，因为阮的家庭迄个东西是足侪人欣羡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啊，因伫政治界吼，啊，我的叔公，我讲过，阮的家族原来是政治界会出身。啊，毋过咧，伫阮爸爸的思想内底。在我高中的时阵，伊捌甲我交代呢，因为我迄时阵拢爱攻读总统文教，所以专好尾顶，我读好利湖尾女中，迄时阵是省立湖尾女中，是真有特色的一个女中，日本时代留落来作者木造屋的，迄、那个木造屋伫我当时咧读册的时阵。拢无人会用入去迄个教室，因为惊讲恐惊讲迄个木头啊危险，吼、哦。啊，毋过伊留落来迄个意义，我觉得非常大，而且足有特色诶。啊，我伫高三诶时阵，哦，因为我高一入去有谢达慈、智达慈，啊，我感谢我诶老师，因看中我。让我有机会、哦、然后朗读总统文告啊，迄个时阵，迄个时代，伫我高中十六七岁的时阵，我用坐伫司令台啊，看到足济朋友诶，因拢集合伫大操场，吼、哦、啊，我的爸爸知影讲，我变成一个。镇上吼，大家注意一个学生吼啊，所以我伫迄个日子内底，我嘛感觉讲我很漂亮。安尼讲起来是毋是足骄傲诶？有当时啊，阮的同学伊甲足侪年以后，捌来甲我讲讲，我就是你足骄傲诶。其实你不是诶，吼、哦，那人唔是干那看外表，人爱拄着人甲人诶一个接触。当然啦、啊，即卖小朋友伊卖用讲一句讲，年轻就是我骄傲的日子，这无可厚非。啊，唔过伫我诶目睭内底。我有讲过，我伫小学一二年的时阵，我就真爱爬去哩老榕树上。树啊呢，老榕树比任何一个人的年纪拢大，都年长。树爷爷嘛是咱真宝贵的学习的智慧，又伫遐。啊，我坐伫榕树上。我所看到的，除了嘉南平原一望无际的稻田，啊，有种甘蔗，有白甘蔗，啊，拢爱直直运搬去糖厂，啊，去做糖，吼、哦，啊，当时一寡妈妈咧排米排切啊，吼、哦，啊，迄、那个日子，啊，甲牛。牛车一包一包米切啊，吼、哦、
拍打的车啊，稻谷要来搞农会，爱牛毛毛，迄足大蕊的目睭，啊牛的目睭毛翘翘，爱牛的角水牛，他们的眼膜透露出来的精神，对我来讲，我永远袂袂记哩。虽然我也无机会去甲敦煌，吼、哦，去甲西藏，啊，毋过透过人的口的报道，吼、哦，我感觉我的心跟着去了。哦，啊，古早时代。都有足济真好的雕塑家、艺术家，因都咧探讨咱人的意义，终归有一个精神面，哈、哦。啊，这个肉体呢，伫木乃伊内底。因就做想要讲，予人不朽，不朽，因就用做些防腐剂的吼，啊，予人讲这个肉体卖无去。暗哥，埃及的文明结束了，人终究会走向死亡的面对。吼，啊，讲到安尼咧。每一个时代，大家拢想要造成的是一种和蔼的社会，健康、快乐、和谐。好、哦，啊，咱要和蔼的社会咧，都我们爱互相疼痛，啊，互相疼痛诶。过程内底，有个人，伊无去体会到，有当下一句话，都要拍死规帮的，规个团体，一个乱糟糟呢。啊，与其说。信口开河，啊，不如说安静在我自己的画布里面。因为我五十几岁来，除了我童年快乐的回忆，那尼采讲诶，人伫阿边诶岁月，拢一岁到六岁，迄个精华。他最后他会去回想到他这一段过程的日子。啊，政治爱有人做。我捌问过阮爸爸一句话：爸爸，啊，搁互你顶选一届选择。啊，你咧？伊讲伊要做一个铁学家，因为伊个查囝就是吴白露。为教细汉的时阵，我就揪在爸爸的大腿上洗玲珑。啊，爸爸呢？伊嘛拢会甲我问呢。伊问讲，像讲你伫省立湖尾女中的时阵，大家拢有法禁，拢爱加低他门。你感觉？安尼好唔好？我甲爸爸讲，做学生都爱有一个学生的款。戴塔摩，干那三年，代表讲，我这个时阵，就是要认真读册的时阵。这是一个最好来的，一个标准，我感觉可以。啊，我有够有想着讲，我有的同学，
伊的法话无像讲我呢，独天诶好势吼，讲我呢真平平，还是真只阿哥哥头都做 OK。有的人的法纪是天生的主管呢，所以教官为了统合统一，说一定爱起耳朵还是安怎，迄个足僵化的啊，安尼是我无赞成的。我的父亲点点有听落去。我高三的时阵，我爸爸是做家长会会长，啊，伊唔是啥物拢想欲安尼的。迄时阵正新中学的校长嘛邀请伊去做家长会会长，啊，伊选择做我的学校的家长会会长，因为阮弟弟妹妹伊当时是读斗六正新中学。阮爸爸伫我毕业典礼迄日，我代表师生致谢答辞。大家老师、大家家长、贵宾，因咧致辞的时阵，拢总讲国语，会用讲是北京语。所以换到阮爸爸去哩文英馆，阮应该体育馆真大，是纪念一个游泳贵姓去的校长，所以。迄、那个礼堂叫做文英馆，伫阮毕业典礼的会场，全校的同学内底，爸爸起来，甲咱讲三分钟的致辞，伊讲台语，伊用台语致辞，我头刷咧咧，因为迄当时宋楚瑜先生。一推行爱讲国语啊，所以我为细汉全能儿童五项比赛发音演讲拢是讲国语，讲是北京语。爸爸说用台语来讲话，啊，阮的同学都认真听的。迄时阵的学生比较，因为较严格，阿伯塔甲高中高二的女生，教过真乖哦，大家不会演讲的时阵交头接耳，吼、哦，安尼尿尿当不会。我低下头听爸爸对着一群的。女同学，伊安怎讲呢？伊讲伫台顶，他都安尼啊过这优秀的十名同学来底，迄来底吼有我呢。啊，毋过爸爸讲安怎，伊阁更加钦佩，是迄个四百名诶学生囡仔。一三年的全勤代表什么呢？代表因全勤是身体足健康的，唔捌生病，因准时来学校读册，迄、那个精神，哇！贵宾室内底原来有法官呢，钟更乐先生。伊颁奖给我，我是一十名内底其中一个。阿妈真可惜，钟更乐先生伫一五十几岁时阵，我知影是大肠癌过世。啊，我爸爸呢是65岁时阵心肌梗塞，上尾交代一句话是：我真快活，一口气就离开了。啊，我今日想啊，有感而发，讲到这个，因为蒋勋先生，伊讲到伊在死亡之间搏斗生死回来，啊，伊的过程呢，都跟我爸爸同款，
是心脏的问题。所以有这个遗传的问题的人，在这个寒天这种危险的季节里面，就要再更加注意，要去给你的家庭医师去检查，不要说小小孩子的病痛啊，就任其放任哦，啊，爱家己给多多保重哈、哦，啊，我嘛爱感谢讲，伫咱身躯边照顾咱身体的好医师，哦，啊，我嘛捌拄着爸爸伫国泰仁爱病院时阵。迄时阵，因为我的大表哥是安溪仁医生的学生，所以大家尽全力来咧，甲爸爸要甲救我回来。第一摆心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住院，啊，我办休学。第一下这方面，我嘛是一个。会用说白痴，我无法度帮忙着爸爸什么，我只能作为妈妈精神跟爸爸精神的支持跟看顾啊，说看顾我嘛，不是那个材料啦吼，啊，我目睭看着爸爸，爸爸看着我，伊就微笑。伊就足满足的微笑，即便讲迄时阵国泰病院的一挂 intern 一挂实习医师，因来甲爸爸注射，因动袂着血筋，其实爸爸的血筋是足明显足好做的。啊，我看因紧张个紧张，插过来个插过去，毋过我爸爸，伊原来微笑着。伊无爱，这点呢，爸爸的微笑，他永恒存在我的眼膜、我的瞳孔内底。我的妈妈呢，弟弟张罗要还食，爱去病院，吼、哦，一个路内底去滚埋啊、滚稀饭来照顾我。照顾爸爸吃、哦啊、虽然是在病院，但是我深深要感谢说，那个当时在我们旁边的病房，我们有一个在中华银行的服务的一个先生，他的女儿我们很温和、啊、一个姐姐她读德语的德语，所以我有甲问过讲，德语的谢谢是变哪讲？伊甲我讲 ，thank you。啊，这个一句德语呢，互我拄着足济德国人，我嘛应用着呢。啊，这个所有的生命的过程内底，我伫我五百路的电子书，我足简单。用足精简的文字来表达伫我这本电子书，所以呢，伫这个 Christmas 的时间，我嘛感谢台中区大同福伦社的社员，因有摕到这本册，我希望有摕到这本册、买到这本册要收藏的朋友，恁一定爱拨时间，甲开开来看。每一百度伊拢用放大，啊，伊用自己翻阅，啊，我里面的音乐是酸布兰之歌，马永公布兰诗歌，伊迄个曲度，伊迄个 tempo， 伊迄个节奏，我感觉迄个力道最适合我一片。五百路电子书的背景音乐，我的同学一直台北，伊嘛伫 Facebook 甲我反映，因为伊原来有收藏着一本册，
伊讲伍佰路，这音乐很赞，对，我嘛深深感觉，这个音乐很赞，因为好的音乐、好的图作，它是有穿透性的，那是一个禅意，穿透禅境。我今日的时间已经到啊，虽然真短，无法度完全来讲到我白雪枫红这百度，搁较侪细节。啊，毋过希望大家安静，慢慢来听。有一天呢，恁能了解艺术的穿透性，伊的优美。吼、哦，啊，我顶一届有讲过，古早政治家伊毋是甲财团结合的，他是个布衣倾向。布衣就是讲真简单的一个生活方式，吼、哦、啊，但是因捌易经哦，易经是自然的规律。我阁强调一届，易经毋是要互人去算命的，吼、哦。啊，即马算命呢，我嘛袂用安尼讲，因为我家己的主观的意识，啊，互大家算命的人啊，无一个收入，安尼是我的罪过咯。吼、哦，啊，做侪人嘛真好意，真善心，讲要甲我改名，吼、哦，啊，我抱着甘心，甲你的关怀，我爱谢谢你。啊，毋过我要纪念我的爸爸，伫我出世的时阵。一上哇，伍佰路，我是伍佰路，这个名，所以我伫遮甲你感谢，吼、哦，因为恁的关心，所以讲要甲我改名，啊，我感觉讲我有我家己的看法，吼、哦，啊，咱讲过《尚书》《诗经》《春秋》《音律》。礼智这六项，在孔子讲的时阵，咱是一个儒教的一个养成过程哈，咱嘛唔好甲放袂记哩。啊，咱社会要爱和蔼，这款的修养甲素养，我相信做一个艺术家的人，做一个政治家的人，应该有伊。应该爱前进，爱安静，落来思考的方面。啊，我足感谢，真感恩，今日伫遮发声，啊，有张启宗医师，自头到尾，伊拢来甲我讲，你着爱勇敢行出来，无。恁今日无看到伍佰路，因为伍佰路拢定定秘伫厝内底，有时干那去公园做体操，就去秘伫厝内底咧创作，啊去行我安静的心灵的过程，哦、啊，搁一届谢谢老人医院，以及这个时阵咧照顾我的80几岁的妈妈，哈、哦，阿明也在。我会阁拍阁食，摕来阁互妈妈食，妈妈啉。妈妈是一个伟大的妈妈，虽然伊讲伊毋是，啊，我嘛是做人的妈妈。当我做了妈妈以后，我有写过一篇诗，我才知道做一个妈妈毋是伟大，妈妈。不见得是伟大，但是妈妈的心永远在保守伊的家己。啊，咱是别人的家己，我嘛希望足侪人诶，爱有一个心，知影好去疼痛别人的家己。每一个动物，咱人嘛是动物。但是咱人有属于咱人的灵性，这个灵性的爱是可以拓出来的，
是可以广批的。好，现在时间是2011年12月13日5:46，谢谢大家。吴白露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来收听收看吴白露的爱与美，吴白露的爱与美，感谢，谢谢。家日本的东京师母的查某孙啊，讲一个，欢迎您，念伊都要来台湾，欢迎您。Welcome to Taiwan. 加 Sayonara. See you again.